富二代为了认识新朋友，体验打工生活，经常请同事吃喝玩乐，还会介绍银行经理帮大家钱滚钱，豪请同事过澳门住靓酒店看演唱会，之后还叫大家一起辞工创业。点知不够两个月，富二代人间蒸发，个人不知情下欠债几百万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留意东张西望。